欢迎各位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英超球会曼城官方宣布，他们同阵中的阿根廷前锋祖利安艾华里斯成功续约至2028年。在完成续约之后，艾华里斯接受了曼城官网的访问。艾华里斯就说，对于我和我的家人来讲是一个自豪的时刻，球会曼城对我的信任是不可思议的。我对于自己在这里的第一个赛季非常满意，不过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我知道我可以做得更好的。曼城为我提供了发挥我潜力所需要的一切。我要感谢主帅哥迪奥拉、教练组和球会里面每一位的幕后人员，感谢他们自我加盟以来为我所做的一切。我不能够再要求更多，这里是一间照顾球员的球会，我在这里的整个时间都感觉到好受支持的。我现在专注于变得更好，帮助曼城赢得奖杯的。我是阿斌，多谢各位收听。好波不等人，即刻下载 M 直播，收看精彩足球、篮球的赛事。